然后也可以啊。对啊。现在是几公尺？现在25啊，2.5啊。啊？怎么会有2.5？0.8。啊？你是要看白字还是黄字？那个距离啊，几公尺啊？哪里有几公尺？就是有1.5公尺，不到0.8。我看这张会不会就毁了？按不下去，因为你还没解锁啊。我怎么知道锁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好，连续连上，我去解锁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这个看看你的照片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。